好，来看到今天的 FISV 啊，69.1个 million 哇，其他都靠边站。这个 FISV 是一个什么来的？是不是跟这个对冲？是不是跟 FIAA 对冲呢？我没有了解，这个是什么？22/22年1月1月，这都是同一个人，借钱都一样，这同一个人这两个。再来看到 FIAA 2021年10月16日、4月16日都是4月16日，价格也差不多，也很有可能是同一个人，2.8 million、1.2、2.4。好，再来看到这个 SPY 标普500，今天这边是5.8，这边是2.2。好，这个看一看吧，9个 order，6个 order，今天出手的不是特别的频繁啊。再接自行去查一查 FISV 是什么来的啊？我这个由于赶时间，今天先给大家做出来。3141这三个有可能是同一个人，这几个都很有可能是同一个，都是19号，一个没有脸，1.2，好，这边1012号。一半一半，一半十二，一半末日。最大的是928K，338 put 339，哎，比它原计还高的一个。好，再来看到这个京东，哎，也有可能也是同一个人，同一天，1.9、1.2、285、504，这边没有一个跟它相对应的，这个没有做空。IWM 罗素，12月8，10月23，159扣160，159扣170，这个是2.6的，159的这个，12月18这个是2.6的，2.6 million。好，来看一下。做多的出手的不如做空的多啊，这边还是做多的多，做多的要大一点点。我们来看一下特斯拉，426做437，我们直接来看一个大的是多少？这个应该就是对的，是6677K 啊，67万7。很好，很好。一下 Qualcomm 123做131，122做123，最大的是这个390，122做145。看 QQQ 279做281，279做280，都是这29的幅度吧。最大的一单是。189，这个279做280啊，10月9号末日。好，再来看到这边的 QQQ 呢，有没有？有一个 short QQQ，三倍指数哇，三倍指数23块5，23块5，23块5毛7，就都是很稳健的一个，也都是末日，这是不是预示着？有大的跌幅呢，CCL 一个 order 15块6 put 12块5，星巴克87块5毛6 put 80块钱，1.4个 million。再来看一下今天的 equity，喂，有意思，MBB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order，然后第二是 ESGU。然后 IJR 这三个我都不认识，没见过，也确实没见过。这个看一下它的这个买入，这两个同一个110311131。好，再来看一下这个 ESGU 776564、7768、7764，都买了不小啊，买了很大嘛。好吧，以上是今天的所有内容啊，谢谢大家。